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告诉大家如何在 Ultima Business 网站上用 Win 硬币进行 payout。请注意，您的钱包必须激活才能接受交易。要激活您的钱包，您的余额中必须有 Smart 硬币。激活钱包至少需要一枚 Smart 硬币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 Smart 硬币：一、请别人给您发送 Smart 硬币。二、在交易所购买并发送到自己的钱包。三、用其他的加密货币进行兑换。在确保钱包的激活状态后，请进入 Ultima Business 网站并登录个人中心。在个人中心的左侧菜单中点击 Payouts。在打开的页面上，系统会要求您激活双因素身份验证，这是进行 Payout 的必要条件。开启了 Google 2FA 之后，请在 Payouts 部分中选择一个您要提取的硬币的余额，然后点击 Next Step 按钮。在打开的窗口中，您需要输入您要提取的硬币的数量和您钱包的地址。钱包地址您可以在 Smart Wallet 中复制，请输入要提取硬币的数量，粘贴复制的地址，然后点击 Transfer 按钮。在打开的窗口中，您需要输入双因素身份验证码进行身份验证。如果一切操作正确，您将看到一条消息，表明提取硬币的请求已被创建。完成了，您已经成功完成了 Win 硬币的 Payout。有关所有 Payout 交易的信息，包括交易日期、发送硬币的钱包地址、金额、状态、交易 ID 和哈希值等等，都可以在 Transactions Payout 部分中进行查看。如果您还有问题，请联系我们的客服，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需要的帮助。祝你们一切顺利。